老和尚，当爹，当娘，当师傅。七个小和尚在森林里面长大了。又当爹又当妈，一把屎一把尿啊！
天天偷懒。好，喜欢偷懒是吧？那就装什么偷懒？抽天灯、还不走？快点走啊你！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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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快点走啊！你来瞧，好。好香啊！累不累啊？不累。你累有多累啊？比好累还要累。那不算累啊，要累到流眼泪才算累吗？要跟我小时候一样，技术练。妹妹，给我看着他们。是。哎呀，累死了！我的屁股。你们干什么？师傅没说，你们不能下来，上去。师傅又不在。那也不行，你们忘记了吗？怎么样上桩的？上去。就不上，马屁精！对，就是马屁精。马屁精，你说谁马屁精呢？你，你就是马屁精。说谁马屁精呢？你说谁马屁精呢？你，你就是马屁精。马屁精，马屁精，马屁精，马屁精！你凭什么说我是马屁精？我只是按照师傅说的去做，这就叫马屁精吗？对啊。既然如此，净身修行。
阵练了那么久，你们还是乱七八糟，有所不信，这是练武大忌。只要你们心一致，手足一致，合作无间的话，罗汉阵就练成了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棋要狠，走；落要顺，走；进要登，走；退要高，走。要信念，走；走。信为君，走；胆为帅，走；守株为兵，耳目为敬旗。既然现行，行怎么样？抓好！他一眨眼睛你就抓住，马步那么好就不准吃饭。我信不跟你开玩笑啊！练拳好似火烧身，哈！练拳好似火烧身，两手拨天，立三秋。西西啊，记住啊，万一牙齿掉了，千万不要把它扔掉，要把它捡起来，放梁上扔，越高越好。那以后呢，你就会长得好高好高啊。身如千斤重，心如水清泉，五行内合气，万法归自然。如是我愿芸芸众生平安喜乐，如是我愿众善奉行智慧无量，如是我愿停止战乱天下太平，如是我愿明天早晨师父消失，如是我愿明天开始不再练功，如是我愿西西别再给我添乱，如是我愿每天都能有好吃的。发虽然顽皮，但是最有爱心的。你也快点睡吧。
我们拍照，一二三，再一张，再拍一张，再拍一张。红色的眼睛是吧？租你的车，300块够了吧？不要报警。对不起啊，小妹妹，这给你，这个给我。来咪发嗦拉西，为师下山帮人看病，你们定要每日勤加练习，早晚功课不得偷懒，看好寺院，团结一致，不得贪玩胡闹，一切皆听来来的指挥，否则延长不待。师傅吉日，师傅走了。师傅走了，师傅走了。咱们出去玩吧。好，不好吧？师傅不是要练功吗？师傅又不在。呸！呸！走，出去玩。走。好好，你敢带头偷懒？妖主你别去啊，出去玩啊，妖主你别去，出去玩去了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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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心，小心！收到。蕊蕊，快走！下水了！下水了！我也来了！我也来了！传说的是西楚之地霸王之墓，有缘相遇，黄金相随。在1000多年之前，刘邦大败项羽，项羽被迫退至乌江，战至最后自刎而死。他死后，刘邦见他是一代枭雄，便以鲁公的礼法安葬项羽。他的墓地一直无人知晓，造墓的人留下了一张地图和能开启墓地入口的发光石头。现在我们两件宝贝都有了，只要找到地图上这个地点，我们就可以得到宝藏，我们就发财了。师傅说出大事才能放狼烟的，你在找麻烦吗？在那儿啊，找到了！啊耶！
想就要实现了。I have a dream。 我有一个梦，我用这笔钱拍一部让全世界都震惊的电影，我要成为国际巨星，我九纹龙要成为继成龙、李小龙之后我们华语影坛的第三条龙。我的艺名已经起好了，三个字，王龙。呀，嘿嘿嘿嘿。师爷，师爷，师爷，来了！你确认是这条路吗？等会儿。没错，这里好像是通往传说中寺庙的必经通道。来，你先走过去。我习惯走后面的。大傻，你先走。好。嗯，我来走。你走。我有点恐高。还是先走。爬那么重，走到中间，桥要是断了，那我们都过不去了。你先走，你先走，你先走。我比他轻不了多少，这很明显。哎，嘘，你还当不当我是老大了？我说话不算话是不是？是是是，信不信？过不过去？你不过去，万成跟你去，信不信？啊！你看看你们两个啊，大老爷们还比不上个女人。哎，老大，你从小就比我们厉害，要不你给我们做个榜样吧？啊！走，这有什么难的，对不对？目不斜视，心无杂念就可以了。感谢大师赐予无名之恩，再挨下九纹龙，请您收我一拜。哎呀，严重了，严重了，严重了！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没有什么了不起，没有什么了不起。请问，大师，你是那个寺庙的和尚吗？啊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哦，大师。哦，你们是游客？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来游山玩水的。您看出来了。大师，请问那个寺庙里有几个和尚？不多，也不少啊。那大师，每一个和尚都像您功夫这么棒吗？大概你给打十个没问题。所以我要告诉你，我在寺庙是三天一小伤，五天一大伤啊。如果真的跟他们打起来的话，快点跑，跑不掉就求饶，求饶不行的话，生死有命啊！祝你身体健康，新年快乐！谢谢大师，谢谢我，再见了哈，再见了。
蹦。嘿，嘿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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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铁掌功，嚯，这个蹦啊，嗨，我来，放这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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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天才，好，来呀，过来，哎，嘿嘿，看，王哥，看看，哈哈哈哈哈哈。如今我们已经掌握了宝藏的藏宝地点，现在又有了这么一个优秀的军事基地，经过这两天的深思熟虑，已经制定了一整套的战略计划。我们下一步的行动就是我们九白狼，快把画拿走，我的画鬼叫鬼叫鬼叫什么，我在说他事你不知道吗？啊，我就是过敏，过敏。什么你都吃，吃货花你都吃，花吃啊。我说到哪儿了？你啥也没说。实验接出去。嗯，下一步我们首先进入寺庙内部，既然那么多高手在侧，我们既要安全又要达到目的，所以我准备了这些高科技产品，这是我一生的心血所在。你看这个，这是我的冷热双能超级探测器，还有我的双卡双待超级探测天线，还有这个，我的脑部控制电脑，还有这个，我的 VSC 进口的防水防风打火机，我喜欢。我们有了这些高科技产品，哼，对我九龙来说，简直是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。看来这次与我伟大的理想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有这么一点了。师爷秀一下你的高科技。演出开始了。哎，怎么回事呢？师爷，这个插哪儿？我的个雷的嘎嘎，忘带电源了。这荒郊野岭的，师爷，你是插线板吗？干啥？高科技，你白飞了。高科技，高科技，我让你高科技，你侮辱高科技，第几次了？啊，老大，别打了，我还有秘密武器。高科技，你不带发电机？哎呦，特务飞吻，我早就充好电了的，电量爆满，这是我的高科技。我的小本子呀，飞呀飞呀飞呀，飞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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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已经飞进寺院了，小心一点，慢慢飞。不小吗？左边看看，右边，哎，啊，有人影，貌似很厉害，好像很强大。金钟罩铁布衫，啊，果然是高手中的高手。哎，快快快，飞近一点，飞近一点。你小二看到没有，飞进去，为了看清高手船面。哎呀，怎么了这是？有干扰，谁的电话？你的。我的。专业点好不好啊？谁啊？导演，
啊，你看，这么还没休息？可以可以，不要钱我也去，一天我也去。谢谢导演，谢谢，谢谢。我接机器了。这是什么？是高手。怎么什么都没了？被高手消灭了呗？这么容易被消灭了？不是高科技吗？你不是？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哎，高科技，高科技，高科技，这么快就没了？不管我，我不管，你给我变成飞蚊，你给我飞到四里去！啊！每个人的武器就是弹弓、彩弹和手电筒，面粉做的子弹打人不会痛的。这个游戏就是分组对战，有攻有守。你们红，我们黄，在一炷香的时间里，哪一组中的彩蛋最多，哪一组算输。开始！报告基地，特务飞蚊成功潜入，请指示，请指示。注意观察，注意观察。有高手！怎么了？什么情况？我被高手强光扫中，现在暂时失明，请指示。暂时不要通话，暂时不要通话。我尽量吧。听得见吗？听得见吗？报告，我的摄像机好像摔坏了，只能保持通话了。笨蛋！哎呀，琪琪，快跑！我被高手打中了！前面我打到嘟嘟他们了，我也打到了，我也打到了。在那边，报告基地，高科技隐身术成功了，喵！过去见光就打，快！哦，咱俩去那边，见光就打。我的腿！这边，这边。那边，那边。队长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
人呢。立正，报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哇！怎么撞了一个？他是谁？是人。是个人。从哪儿来的？不知道。救人！快点，快点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师父说，良药苦口利于病。叔叔，痛则不痛，痛则不痛。麻瓜，不是吧？神经麻痹，气息不通，这样下去会出人命的。老大，救命啊！禽兽不如！他们已经折腾一晚上了，根据时间分析，现在师爷一定是饱受折磨。就我对师爷的了解，他一定是全招。这帮高手一定知道我们此行的目的。那你想放弃了？这样，你们留下，我去。你是头，你不能去。还是让我去吧。不，小五，只要你记得明年的这个今天为我烧一把黄纸纪念我就行了。我去。还是你给我烧黄纸吧。让我去。我去。还是我去吧。大傻也好。现在怎么办？高手，那就赶快叫人呢。现在不能叫，等治好了再叫。高手啊，我要和你们决一死战。人呢？我就是。你给我滚开！我不能进去。你们真的好卑鄙！叫一群孩子来挡路！你们要是再不出来，我就炸死你们！出来啊！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怎么没见过？什么玩意儿？我点了！我要跟你们同归于尽！我真的要点了！叔叔，我帮你点了。井呢？那。搞了半天，他是来自杀的呀！那不行。怎么有水呀？搞了！哪有水呀？快告诉我！水！拦住他！叔叔，不能死！不能死！叔叔回来了！水要炸了！别拦着我！我要死了！水！叔叔，你不要死！我要死了！你不能死！哎呀！我要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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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放下！知道我的厉害了吧？你们害怕了吧？高手，出来呀！快点！
看来又一位同胞壮烈牺牲。好像寺里的高手比咱们想象中的还要强大。你赶紧，咱们换另外一个轻松点的宝藏吧。不可以。一座金光闪闪的宝藏就在眼前，我们离成功只一步之遥。做人一定要有责任感，办法总比困难多。小吴，我们一定要为自己的理想奋斗！奋斗！小朋友，你们家大人在吗？不在。小朋友，我们俩能进去借宿一个晚上吗？什么叫借宿啊？就是住一晚上。这么晚的天了，你们怎么还在山里？阿弥陀佛，我们自东土大唐而来，欲去西天取经，月黑风高，我们就迷路了。收留收留我们吧。是等一等，要不我们就收留他们吧。要是被师父知道我们闯了那么多祸，肯定要挨打的。要不我们对他们好点，别让他们在师父面前告状。千万不可答应。高手一定藏在后面，这些人真是太狠毒了，居然派出几个孩子来做诱饵。那我们赶紧让他们进来吧，不要再闯祸了。快点，请进。谢谢谢谢。粗茶淡饭，请两位慢用。不要喝，小心有毒。你们两位怎么不吃啊？是不是我们不吃你们也不吃啊？对对对，就像师父不吃我们也不敢吃一样。对，是小朋友们先吃，我们大人才吃。来，大家吃吧。吃，来吃吃吃吃。小朋友，几天前有没有看到两个像我们一样的游客啊？没有。有。没有。有。没有。停。小朋友，这里你最乖了。你告诉哥哥到底有没有啊？没有。没了。爸爸，这么跟人，刚才超好吃。你不是去西天取经吗？给我们讲个妖怪的故事啊。好。叔。小朋友们，叔叔忽然尿急，让阿姨讲给你们听啊。好，你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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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下手太狠了。从前，就这山里，你们，要不，我不讲了，我给你们表演个别的吧。Thank you.
你除了这个，你就不会别的了，你能吸引住小朋友。杨叔，现在换我跳舞吸引他们，你去布置机关，快。好吧。小朋友，叔叔给你们跳个舞好吗？好。在于后发制人，敌不动，我不动。最后确认一下，那些机关都安好了吗？当然。千万不能动，他们在用计，高手随时会出现。明白。小五，明君的爹，最重要是随机应变，六个字，敌不动，我先动。我们是来求财的，别逼我们出手。别动，出来呀，高手！这里我最高，你找我？我没工夫哄这帮小朋友玩，你们已经伤害了我两员大将，你们要是男人。现在就给我站出来，我要和你们决一雌雄。原来你是坏人。错，我不是坏人，我是坏人。敢打我的脸，我爸都不敢打我，我是靠脸吃饭的。小兔崽子，看你！敌不过，我手里这两把无敌西瓜刀。哦，他是卖西瓜的。你惨了，这是文物啊！我是坏人呀！啊啊
我们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们不是故意的。不是吧？来，米老来给你们表演一个啊！坏人中的坏人。高手快出来，再不出来
我想师傅了。师傅说我的牙掉了，种到房顶上去，我就会长得好高好高的。也不知道师傅什么时候才能回来。Mission 4. 芳芳，老鼠跑了！我来。西西，等我。好的，师兄。你不是说一定在这个院子里？不是我说的，是传言，就是传说。骗子呀！骗子呀！现在只剩下一个可能，就是藏在下面。确定院子里没人了吗？说，小心我烧死你！走，走。兄弟，我们不能让他一个人落在坏人手里，我们一定要去救他。对，我们一定要把他救出来。我们打不过他们怎么办？
我们，一定要爱寺院，爱师父，爱兄弟。今天我们的兄弟有难，我们一定要救他。我们怕不怕？不怕。那我们怎么样让爸爸知道我们要救他呢？我有办法了，都别哭了。新伟军，大元帅，手足为邻，二路为一体，齐而严之。准备好了没有？啊！你那些师兄弟呀，已经被炸死了，就压在这后面。你哭也没有用，你再怎么哭也没人来救你啊。告诉姐姐吧，姐姐就会放了你啊。芳芳，你干嘛呀？放狼烟玩啊？师父说出大事才能放狼烟的。我知道了。嗯？哎，小师傅，你知道什么了？我知道那是什么了。这什么？什么？什么意思啊？这是师傅的独眼龟。嗯，独眼龟。哎，那你明天带我去找独眼龟好不好？嗯。哎，来，go。乖。到底在哪儿？又来，抓住他，分头报仇，千万不能让他跑了。杀到你我就吃了你！啊！喂，你啊！Yeah!
树人，都是纯爷们儿，别欺人太甚。这边，西科长，小心啊！有人吗？啊！小五，大傻，你们在哪儿？我怕。走开！
I have a dream， 你们灿烂。I have a dream， 撒由那拉。再见啦，小朋友们。啦啦啦啦啦啦啦。是师傅，师傅。大师，感谢大师当日的救命之恩。我今天有点急事，先走了啊。大师，麻烦借条路走走。大师放心，等我成了腕，我一定回来报答你。当然可以了，把你不应该拿的东西放下来，我就放你走啊。No， 这个没得商量。我什么都能放弃，但绝不能放弃自己的理想。大师，我劝你最好不要逼我出手，我下手也是很重的。一夫当关，万夫不开啊。哼，为建德呀。高手，我柿子要挑软的捏呀！喂，北斗七星罗汉阵，临阵对敌需要做到心与意合，意与气合，气与力合，剑与化合，手与足合，肘与膝合，心意六合，尽力无间，所向无敌。
流一脉，百家一理，万法一门。一新来军，马尾蛇，上古百兵，二路飞行旗，驱鬼金枪，师傅打不到，师傅打不到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你没事吧？师傅，我没事，撞了山。这怪了。那你们是想知道师傅跟你们讲的心是什么心吗？知道。那是什么心呢？是团结心。对，团结心。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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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我的牙。来给师傅看看。还记得师傅讲的话？师傅讲什么？师傅说我的牙掉了，扔到房顶上去，我就会长得好高好高。你们放心，你们以后每一个人都会长得比师傅高很多。来，牙还你，丢高点，丢到山上面去。准备，一、二、三，一、二、三。